个数位时代来到，同时也提供更加优质的电视节目。北港有线电视已经完成数位化，嘉联有线电视这边也接近完成的阶段。嘉联电视的总经理游志文，除了再次感谢群里的乡亲支持以外，也提醒咱的乡亲，假使有任何操作也是收款问题，拢会当来卡4498808的服务电话询问。如今换做数位化了后，观众朋友应该拢有发现，画质好，这电视节目也更加丰富。有将数位机上盒了后，观众朋友应该当明显感受到电视变加真清楚，色彩特别水，同时收看到的频道也增加了不少。这拢是电视数位化了后所带来好处。嘉联有线电视公司推动数位化已经接近完成阶段。总经理尤志文是再次感谢乡亲的支持，同时也提醒大家，如果有任何收看或是操作的问题，都能打电话来寻求协助。各位亲爱的寿师傅，大家好哈！这阵子感谢这个所有寿师傅的配合，我们进行有线电视的数位化。那目前我们有线电视数位化已经接近尾声哈，那剩下斗六部分的这个区域，应该是在下礼拜能够全部完成。那完成数位化之后，也就是说我们整个云林县的这个有线电视进入一个新的一个纪元。那当然，有些收视物目前在使用这些新的设备的时候，有些不习惯。那如果在使用上有问题的话，也欢迎洽来电4498808啊，那手机要加04，我们会尽快的派工程人员去帮湖上帮你做这一个解决处理。数位化了后，电视品质大大提升，除了保有过去频道以外，收看台数也大大增加。尤其今麦阁加了真侪国外旅游、拍球、主角、电影等等的节目，这都是数位化所带来的好处。那在我们完成所有的有线电视数位化之后，那透过我们的机上盒，不但能够提供客户高清的这个收视品质，大幅提升我们家里面的有线电视的这个画质之外，那在后面我们也提供了很多这些免费以及加值的频道，大概是在110几，这些都是我们免费加值的这个频道。那在200开始哈，那我们也有提供了很多，包括就是说这个亲子频道、运动频道、旅游、居家生活、美食、日本以及 HBO 这些相关频道。那这些频道的内容都有别于我们传统有线电视的内容。电视数位化除了是配合国家政府的政策以外，也是在地有线电视公司提供优质电视节目保证。嘉联有线电视公司愿意向前行，要甲乡亲做伙来迎接数位化时代。福林新闻采访报道。